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，对你做鬼脸，我们飞太远。今天是圣诞夜，所以其实我真的精心安排了今天晚上的表演，目的是让大家在好几年之后可以永远记得今天晚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我兄弟们全都找来了。我觉得派对呢，总会有结束的时候，可是在最后的这几首歌里面，我们他妈要炸到小巨蛋。兄弟粉丝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，对你做鬼脸，我们飞太远，冲上云端，天空没有极限了，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，已经铁了心不掉头回去，离开地表展开双翼飞行。We grinding 黄金级的 Sky Team， 到处都是小清新，小确幸你要小心，街头的兄弟很恶，杀出程咬金，现在多了我们兄弟本色，五个小小兵，五个忍者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不小心，就是不了你，做自己，路遥知马力，我们的触角早就不知伸到哪去，飞到全世界，飞航模式，每日夜，非常忙的没时间，飞上老师歌手的梦，我现在全实现，从玩标变全职业，我们先吃的点，兄弟们，请你再坚持着点，已经混了十年，现在准备干掉大的车吗？都没在怕的，而且没有翅膀，那我们造飞机，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，我们一直追，不止逆风，我们逆天。我们造飞机，造飞机，我们准备要飞。哎，我们好久没有喊这个口号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兄弟本色。哎，我觉得难得合体，我们每一个人再想一下最近在干嘛好了。小春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12月27号，我将发行我的大丈夫专辑。Yahoo！ 大元，你最近在干嘛？我在拍那该死的 YouTube。没有啦，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 Call of Duty。Yes sir。阿月呢？阿月最近在干嘛？我在鬼混，谢谢。哎，我讲真的，其实我们这个本色兄弟啊，你看，我也发了专辑了。大元也发了，小春也发了，其实瘦子也发了，其实就剩下我们的老大哥很久没有发专辑了。干嘛 Q 我了？干嘛 Q 我？大家都在等啊，等超级久。有啦有啦，谢谢。瘦子最近在干嘛？我没干嘛，顾女儿啊，在抱抱女儿。